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个人体的一个结构啊是非常精巧的。我们以前常形容巧匠啊，就是他都不用什么螺丝啊，这个去锁啊，或者是钉子去钉啊，但是啊就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结构做得很稳固很牢靠。你看看我们的身上很多的地方，比如举个例子来看，颈椎这个地方啊，似乎也是这样子啊，没有说什么样的一个锁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就在这样的交错的一个位置的互动中，来营造出那样坚固的，但是又很灵活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出来，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的颈椎啊，有七个这样的一个脊椎骨啊，七个脊椎骨啊，大家想七个，我干嘛不一个？一个的话，那个灵活度就不好啊，所以需要七个。然后最上面这个，延续着头颅骨跟我们这个颈椎的第二个颈椎的这样非常重要枢纽地位的，这个叫第一颈椎啊，我们中文很简单就叫它第一颈椎啊，其实英文有个名字啊，叫做 Atlas。Atlas 什么意思啊 ？Atlas 大家一听不是像地图吗？或者像大西洋，海洋那个大西洋是 Atlantic， 这个 Ocean 啊，这个不是这个相关吗？是都有相关。这个为什么叫亚特拉斯啊 ？Atlas 这个理由啊，其实要跟希腊神话故事有关系啊。这是扛天者，他扛的不是地球哦，是扛天呐、啊。所以这个更是不得了，你看要地球就已经这么重了，银河系还不止啊，整个宇宙这样要扛起来，哇，这个简直是不得了的这个辛苦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画作或者是艺术雕塑里面都是用这个亚特拉斯这号人物啊，他很辛苦的扛起这个天空的那样的一个情形啊，这个非常辛苦啊。那为什么这个人没事去做这个事情啊？也不是他喜欢做啊，这是被迫去做的一个处罚。为什么处罚？这个选错边啊，站错边，有时候选边站很难，所以最好不要选边站了。那选哪一边呢？他是希腊神话那个故事里面泰坦族的，所以他泰坦族里面跟那个这个奥林匹亚那个诸神之间啊战争，他是泰坦族这一边的，所以大家知道后来就是宙斯这一边呢、啊，就是奥林匹亚诸神这边赢了，所以他们输了就给他惩罚，给他要去做这样的很辛苦的动作啊，这个如果你不好好扛着掉下来，这责任都算他的，所以这个非常辛苦，所以很多的这个艺术创作里面用这样来呈现出那个力道那样的一个承担出来。好，米开朗基罗的一个作品啊，米开朗基罗我们知道他是。本身绘画也行啊，雕刻也行啊，你看从这样一大块的大理石中把这样的一个承受着非常大的一个重量，但是呢还是依然呢啊在这样的承担的这个形象，用这个石头啊，从石头中把这样的一个力道给它解放出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实在是非常让人家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个雕塑，为什么似乎是没有完成，但是呢头也只是并不是很清楚，只有约略看出这样的一个形状出来而已啊。可是他所承受的一个重量，他的一个力道，你看肌肉在胸部这个地方啊，都可以呈现出来，包括连大腿都有这样的一个力道显现出来。所以这一个用石头去刻画出这样的一个精神，而是这样的栩栩如生啊。哇，这是真的是让人家叹为观止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米开朗基罗他的雕刻方式，先从中间这个地方刻起，然后再往这个周边去啊，包括头这个位置啊，然后把那样的一个灵魂呢、啊，石头的灵魂呢、啊，给他赋予了人的灵魂呐、啊，或者是诸神的灵魂呢、啊，这是真的是非常让人家这个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甚至于有的还不见得一定要把其他的这个石头拿掉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在用这样的一个雕刻跟另外一个雕刻做一个对比啊，这是这个一个奴隶的一个画像啊，雕像奴隶的画像。看起来跟那个也有一点很沉重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不过有人认为，考证啊，这个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米开朗基罗雕刻的没有错，但是后来完成可能是别人完成的。哎，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为什么？这中间这个地方还跟我们刚刚看到是很类似的状况。我们刚刚也提到，他雕刻的方式从中间开始往这个上下这样子延伸过来，所以这个底下这个脚步这个地方啊，让我
我们看到跟刚刚那个脚有点不太相同，力道有点不太相同，比例有点不太相同，有点点比较笨拙感的这样的一个下肢啊，跟它上面的这个躯干的那个感觉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搭啊。举另外一个例子来看的时候，这是也是米开朗基罗的大理石的雕刻，你可以看到圣母痛耶稣受难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理石刻，大理石雕刻，它的一个脚也一样啊，是让人家觉得非常有那样的一个力道跟它的一个灵性在的那种感觉。刚刚那个相对就有点不太这个搭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不过这也是怀疑了。好，我们跟大家谈的就是这个脚底下这个部位的这个地方啊，这也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的一个人物啊，叫阿基里斯啊，阿基里斯啊，这个阿基里斯，这一个病人是一个跆拳道的高手，那么他不是参加什么亚运啊什么样比赛的时候受伤啊，他就有一次在练习的时候，突然间腿一踢啊，侧踢过去的时候，他自己听到啪一声啊。没有什么东西砍到他，或者是那个受伤，不是，没有那样外力啊，但是他造成这个阿基里斯腱的断裂，那这个怎么办？就是用开刀的一个方式啊，重新呢、啊、再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脚部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腱呢、啊，给它重新组合起来，让它重新有那样力道。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缝完马上就可以受力啊，因为这个肌腱是承受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从大腿小腿那个地方的一个肌肉延续着到我们脚部这个地方来，如果它断掉了，那当然我们走路会发生问题啊，行动那将来当然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一定要在发生问题的那个当下把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决啊。不过这个倒是真正断掉的机会，那些运动员偶尔会听到这样状况以外，绝大多数病人是很少会发生，但是呢有一些病人会发，有一些人会发生这个阿基里斯腱发炎的这个情形啊，发炎那疼痛点就是在我们脚跟上面大概3公分左右这个地方啊，会有疼痛，这个疼痛啊轻微的时候是在跳啊跑的时候那个地方会痛，严重一点的时候在走的时候啊它就会痛，所以这个是阿基里斯腱发炎。那为什么发生这个情形？我们要了解这个肌腱它是一个非常强韧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踏着往前进，或者我们要跑步的时候，这个力道承受的力道力量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地方相对的有一个缺陷在那个地方，它需要承受的力量很大，但是呢它本身的结构上血液循环并不是很好，因为肌肉血液循环比较好，肌腱的血液循环比较不好，所以如果譬如说慢性的受伤啊，常常跑步慢跑，这个地方受到的压力比较大，或者某一些也许有一些是自体免疫的疾病，也可能让这个地方有发炎的反应，它就会呈现出痛的这个状况。另外有一些人呢、啊、他本身需要做急停啊，或者是跑的时候要急速停下来，或者是要急速来开始这个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譬如说打羽毛球的、剑道的，这个都是突然间情境要停下来，这个力量都是在脚这个地方会受力很深，或者是像芭蕾舞的这个舞者一样，这个局部都容易受伤啊。真正容易受伤的时候，局部会呈现刚刚讲那个疼痛的一个状况。那当然，我们这时候局部要给他做一些治疗，还要把它这个稍微给它固定一下，让它不至于譬如说需要的时候用这样的附木给它支撑一下，不要让它持续在这个地方疼痛的这个状况啊，所以让这个病人呢、啊、能够有一些力道的卸除以外，再给予一些抗药物的一个治疗，或者是在局部再给他一些复健的一个治疗，通常这个都会恢复。但是有时候、啊、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复健的动作，就是要让我们这个筋呢、啊、可以松弛啊，也就是、啊、要多踩这个地方，所以踩脚踏车啊，不管是真正运动脚踏车，或者是出去踩脚踏车，都对这个会有帮忙啊。所以这个阿基里斯腱呢、啊，看不到，但是它承受很大的力量，就像那个亚特拉斯一样。感谢你的收看，再会。